真的受伤，不再说游戏一场，只要是输。爷爷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据说外面的江南百姓连饭都吃不饱，即使生在西湖之滨又能怎么样？他们哪有心思来欣赏啊？就你多嘴，看我打你！你打你打，我给你打！你不打就算了，我先回房去了。你，这孩子从小被老夫惯坏了，一点样子都没有。哎。这听说前些日子太师在去睦州的路上是诗兴大发，随口口占一绝，词名西江月，题睦州。哦，那吟诵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吧。念吧。碧水绿浪在前，红船白发春心，睦州有情醍醐顶，胜比少壮无形。这是上阙。下阙呢？这下阙嘛，我实在是记不得了。还要向太师大人求教啊。太师大人，说到作诗，同谋不才，甘拜下风。前些日子去睦州，听着一村姑口占一绝。请书香大人吟诵，让大家欣赏欣赏。那夫人口占一绝，诗曰：郎如桃李花，媚似松柏树，桃李花易落，松柏长如故。太师啊，
这些美女只是稍加训练啊。嗯，哎，杭州好啊，只是良缘虽好，并非久留之地呀。嗯，太师啊，何出此言呢？佟大人，最近朝廷有人暗中兴风作浪，想要上奏皇上，让皇上下旨罢免花石纲。佟大人在江南可有耳闻呢？哎，太师啊，此话就有点见外了。我佟某人有什么担心呢？朝廷里有蔡太师，谁敢自不量力螳臂挡车？我佟某当然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过太师啊，在京城日理万机，劳苦功高，我佟某是心知肚明的。最近江南百姓对花石纲十分不满，大有起而对抗之意，致使花石纲的征用收效甚微。蔡太师在京师可有耳闻呢？啊，佟大人呐，古人云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古人又云，四海之内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你我同为朝廷做官，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？当然了，这个佟大人在江南坐镇操劳，劳苦功高，老夫也是心知肚明啊。啊，你我彼此彼此。佟大人，只要你我推心置腹，精诚相见，这乃是国家之福，百姓之大幸啊。哎，太师啊，最近送去的几缸货物可否满意啊？多谢佟大人美意，不过佟大人，老夫所言确有其事啊，故此皇上命老夫前来催促佟大人早日返京啊。皇上的意思我明白，现在玄机时已经到手，只要再把百名江南美女选齐，便可扬鞭启程了。百名美女，征选一百名江南美女啊。这宫中秀女已过万人，为何还要再选百名美女啊？太师啊，万岁山如此石所罕见，浩瀚巨大，宏大壮观的工程即将完工了，如此可以显耀功绩之事，皇上怎能错过呀？因此想在万岁山开山之日举行盛大庆典，在庆典之上演奏一曲《江南百花阵》，佟某这次征选的一百名美女便是百花阵中的美女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哎，太师的字，快找匠人连夜将太师的字镌刻出来，明天一早将匾额挂出去，让杭州百姓欣赏。是。太师为何不当场把那题目中的下阙吟诵出来呀？你难道没听出来吗？他说村姑都能吟诗，我若吟诵出来，岂不是自甘堕落，等同一个村姑了吗？太师为何不还击呀？你知道什么？宫中无人难做官，现在皇上正信任他，我若与他闹翻，与我们有什么好处？哼，等我腾出手来。可他童贯也太过分了，一点也不给太师面子。太师是当朝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可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不学无术，像个小丑一样的取悦皇上。嘘，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
不过他先用百名美女取悦皇上倒是一绝啊。倘若皇上喜欢上其中一人，那么以后啊他会更有依靠。难道就没办法了？他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工匠找好了吗？回刘大人，已经找好了，木料已经选好，开始雕刻了。你给我记着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刻好。啊，小人明白，今天晚上一定刻好，漆上漆，绝不耽误明天挂起来。刘大人，等一等。啊？佟大人在哪里？什么？你问佟大人？啊。小人只是想请示一下佟大人，这铭文是刻成英文还是洋文？这什么英文洋文的？洋文就是嘛，把蔡太师的字刻得凸出来，而英文就是把它刻得凹进去。如果不请示清楚了，万一明天佟大人不合心意，那岂不……哎呀，这夜里也找不到佟大人呐。我知道我见不到佟大人，我是想请刘大人您去亲自请示一下，小人在这里等候就是。哎呀，可是我也是见不着佟大人呐。您也见不到佟大人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个佟大人在宫里啊养成的习惯与皇上一样，一到夜里啊从不向人透露他的行踪。啊，佟大人想得真周密。哎呀，可是现在怎么办呢？看来真的是找不到佟大人了。是英文还是洋文？是凹下来还是凸出去？哎，大人可以刻两块啊。啊，两块？是两块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两块。你今天刻两块，每样一块，第二天呢让佟大人自己来选啊。什么？两块啊？就这样了。方姑娘不用担心，方兄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哦，方兄。方大哥。方大哥，你回来就好。得手了。只要你没事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回来就好。打斗了一夜了，先休息休息。给，这是童贯的管家给我的赏钱。昨天夜里我竟然为这个老贼干了一宿的木匠活。太师觉得这些美女如何呀？还有吗？99名全部看完了，太师还没看够啊。嗯，很好。可是我觉得上品的太少啊。嗯，上品太少啊？连老夫都觉得不过尔尔，何况皇上？是吗？
把皇上的画拿来。是。嗯，哎，嗯，这几个美人进了宫里，看着他们从画中走下来，皇上会不会龙颜大悦？难得佟大人心思精巧，真是佩服。佩服啊，可惜现在还有个人没有找到啊。啊，是谁啊？皇上的入画之人。皇上的入画之人？对，据我对皇上的了解，皇上对美女的欣赏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，雍容的、妩媚的、丰满的、清丽的、有形体感之美的、意外之美的，都引不起皇上心动。皇上仰慕的是自然之美，天然无雕琢，吸取了造化的精华，率真淳朴，虽玉洁冰清却不失憨态，是娇而不媚，泼而不辣呀。她的容貌就像那盛开的玫瑰，她的性情就像那玫瑰花中的刺。他的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说他带着刺，他想刺谁呀？带刺？啊，不不不，他敢刺皇上？哎，也许皇上就喜欢这种被花刺刺中的感觉呢。花刺毕竟是花刺，不是荆棘，何况是一朵玫瑰花呀。那你说这种带刺的玫瑰会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啊，会在哪儿呢？穆州县令称，由于方氏女子励志天成，他的探子每次说到她都是绘声绘色，说若是抱得此美人，就是死也足矣。那么这个姓方的姑娘，她会在哪里呢？不管她在哪里，只要她还在大宋疆土之内，就是挖地三尺，我也要把她找出来献给皇上。我这也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只能忍辱负重，帮那老贼把那两块匾刻出来。我是说，你在那儿整整待了一个晚上，你就不怕花士兵认出你来，到时候你就束手就擒了？哎，我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。哎呀，我真的不能一走了之。你想，我如果真的走了，把那两块匾扔在那儿不刻，反而会引起刘大人的注意，我下次再混进去就难了。你说你还要去啊？当然了，我们还要另想办法。我不许你去。玉儿，你别这样，如果不去的话我做不到。你要去的话我就不理你了，不信你试试看。玉儿，难道你忘了潼关的花石纲对百姓的欺压吗？难道你忘了你父亲和全村138条命了吗？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儿女情长了。我没有忘记，我永远都不会忘，因为他们都是在我的眼前被潼关杀害的，我亲眼看见潼关把他们一个一个残忍地杀死，我怎么能忘记呢？我没有儿女情长，只是我太在乎你，我只有你一个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愿意你有危险。我知道潼关的残忍，爹爹他们都被潼关害死了。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亲人，我不愿意失去你。我真后悔那时候怎么没有阻止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你去了。要知道那里面是龙潭虎穴，你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。玉儿，如果不冒险，怎么能把潼关绳之以法呢？爹爹的仇我一定要报，可是不能让你有危险，你要是有了危险，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心的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我不去。真的吗？
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，我绝不原谅你。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别的好办法。要想杀了童贯，只有接近他。正是，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够一击得手。要怎么接近他们？哎，如果有一件他想要的东西，引起他的注意，然后一刀拿下。对了，你知道童贯老贼有什么样的弱点或者爱好吗？爱好？童贯他是一个太监，能够打动他的无非就是金银还有古玩。可是童贯征集花石纲多年，经手私吞过不少珍宝古玩，一般的东西也引不起他的兴趣，除非是世上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。我家的那一幅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这不行。方兄，若说是平白无故的献给他，我是一万个不答应。可若是为了杀了他，那自然是另当别论了。可是你父亲为了这幅字，为了天下的百姓，我又如何在乎这区区一幅字呢？方兄，你可知童贯为何想要这幅字吗？就是因为这上面有南唐后主风流天子李煜的鉴定印章。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只要能够杀死童贯，我什么都可以牺牲。还是由我去吧。不，字虽然是你的，可还是得由我去。可是此去充满风险呢。所以我比你更有把握，一刀下去绝不会让他再活着，而且撤退出来也更有可能。方兄，此言差矣。想到童贯身边都是大内侍卫，武功高强，防守严密，此一去实在难以全身而退啊。既然如此，你去和我去又有什么区别？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我范志兰一介书生，若非方兄的影响，也许我将年华虚度，了此一生。可如今能够以无用之身去刺杀童贯，换来江南百姓的安宁，即便是杀身成仁，也不枉我此生啊。可现在官兵正在到处搜捕你，你一露面便会被抓住，你哪还有机会图穷匕现？即使你想去也去不了，还是由我来。事不宜迟，我下午就走。方大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哦，刚才得到消息说燕白大哥要来杭州，我去路上接应他。燕白大哥要来啊？对。那我要和你一起去接他吗？不，不用了，你去了不安全。我不想离开你吗？那路上不方便，我带着你真的很麻烦。那我在家里等你，你什么时候走？今天下午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如果顺利的话，今天晚上就能回来。如果不顺利，也许要等几天。成功了。方兄怎么样了？成功了，只要童贯有一滴血，
沾到这刀上的毒，他就活不了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范兄，如果今天晚上我不能回来，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我的义妹玉儿。方兄，要不容我们再想一想，另想办法。你先跑的，要不咱们再重新跑一次。玉儿，你怎么了？我害怕。怕什么呀？怕你离开我。怎么会呢？我很快就会回来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早点回来。我知道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是我从小带到大的护身符，一直没有离开过我。我现在把它送给你，我希望你早点回来。放心，等着我回来给你放焰火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盼复还，盼复还。方姑娘，我们回去吧。方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方大哥
他去一下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说同府护卫那么森严，他能回来吗？你说什么同府啊？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那你是知道方大哥去献画刺杀童贯了？那你……我知道我拦不住他，我也不应该拦他。他不告诉我是为了不让我担心。他既然能够一个人忍受痛苦，我怎么能让他为我操心呢？可我不知道他这次去能不能回来。方姑娘，这……范大哥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你在外面会有危险的，我一个人会小心的，你走吧。那好，方姑娘，你一定要小心，早点回去。我先告辞了。像个长不大的孩子那么爱玩啊。我要是长不大变成长生不老岂不更好吗？玉儿，等我长大以后我要开家漆造社，我有那么好的手艺，不开漆造社岂不可惜了吗？那就开吧，多多赚钱。等我赚了钱我就娶你过门。别胡说八道了，我回去告我妈去。哎，玉儿，玉儿，哎，等等，玉儿。站住！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画轴。哼，画轴？对，是在下费尽心力得来献给佟大人的，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。除了画轴，里面还藏了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在下不明白魏官老爷的意思。不明白？少在老子面前装蒜，什么献字，里面藏了一把匕首，图穷匕现，你以为老子是吃素的？哼，魏官老爷真会开玩笑。开玩笑？打开。收起来吧。后给害的，我要是抓住他，我抓他，我非得……哎，
你的条件是什么？在下的条件很简单，一个县令。一幅字要换一个县令，你的要求也太高了点吧？一点都不高。第一，佟大人的杭州制造局号称东南小朝廷，东南的各路官员大都由佟大人安排，一个县令自然不在话下。第二，如果拿银子来买，按照行情，一个县令也就5000两。而这幅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价值远远高于5000两的几十倍。第三，在下为了得到这幅字，曾经做过难以启齿的亏心事。第四，在下知道佟大人为了得到这幅字，也费了不少心思。还有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当今圣上也想得到这幅字。行情摸得很清楚吗？你是有备而来。那当然，这是一笔交易，是交易就得公平，要童叟无欺。佟大人以为如何呢？你怎么知道本官会同意呢？因为佟大人想得到这幅字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字也要拿，官也不给呢？我想佟大人一定知道当年赵国的蔺相如是如何将和氏璧完璧归赵的。哎，我怎么能知道你这幅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是真迹呢？佟大人眼光何等犀利，何况有蔡大人压阵，岂能走眼？再说在下怎么敢用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呢？好，先验货。不，我这个卖主有一点小小的刁钻，一定要先成交后验货。你敢威胁我？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。咱们成交。多谢佟大人，请佟大人验货。蔡太师是此中巨匠，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啊？还是请蔡太师查验。有刺客！刺客呀！抓刺客！刺客呀！快快快！大人呢？抓刺客！快跑啦！站住！跑啦！Woo!
装帅。快开门！快开门呐！那边，那边，走，过去，走，快，快，走，快，这边，走。哎呦！啊，怎么了？我脚崴了。我看看。别碰。你是想让你的脚疼呢，还是想让官兵抓去呢？哼，怎么着，你就不会说两句好话安慰我一下？这次多亏兄弟相救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也会在制造局里面？哦对了，我怎么会在制造局里呢？切，你还说呢，上一次你为了救那个书生把我推出去，要我引开官兵，结果我被抓起来，让我替他们做苦役。我一直想找机会逃出来，说来也真巧，今天一逃出来就碰到你了。抱歉，上一次让你吃了这么多苦。那，算了。不过啊，也幸亏你这么一闹，所有的士兵全都出动了，我这才有机会趁机逃脱，大家互不相欠。你算的倒是挺清楚的，不过肯定还是我欠你的多。我叫方浩，四方的方，浩瀚的浩，不知兄弟你如何称呼？我呀，我叫无双。无双？嗯，口天无，对影成双的双。这个名字不错。哎，无双兄弟，幸会，幸会。哼，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想说什么。这名字听起来有点脂粉气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哎呦，看什么看？你心里肯定又在说我娇气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帮你揉。啊，不不不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！哎哎，官兵官兵官兵来了！快走！哎，你还是赶紧自己走吧，快走吧！啊，我怎么可以扔下你一个人在这里？哎呀，这根本就不是你扔下我不管的问题。我一个人走，即使官兵看见了，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可是你带着我，官兵就会把我当成你的同伙。哎呀，你要是再犹豫，我们两个都走不掉的。你想害死我？嗯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好，救命大恩，日后定当重重回报。快走吧，啊，走吧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哎呦，